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二十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薇。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卫福部部立桃园病院新冠肺炎小危的事件，搁增加两例本土病例，是一个出院的患者的889例，甲伊的亲人。因伫病院活动的范围，本地是列做低风险地区的12个病房，即马赶紧调整做高风险范围。目前指挥中心已经甲所有的医护人员调转来采检。拄只上新的消息，指挥中心拄只宣布讲，一月七六到十九，伫咧保利桃园病院相关防疫出院的患者，做伙大个人甲照顾者，佮有甲第889例看医生接触过的人，对即马开始，伫厝隔离14天，14天了后会采检，相关的对象可能要约5000人。国内阁新增两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个案，也将指挥中心宣布，这两名是保利桃园病院群组感染的阳性个案，其中889例是本国60多岁男性，因为初八到十一期间，因为其他疾病住入12A的病房，在一出院，889伫16至18期间有出诊，就医了后症状改善，20起出现畏寒、痛等症状，23因为其他疾病就医，量体温发烧，到隔离采检确诊。890例是889带做伙家人，889伫住院期间也是由伊照顾。伫1月20日出现脑痛、二二发烧，因为是密切接触者，采检了后确诊。传染期内，他们大概比较多接触的，应该是他有一个一般好朋友，一起打乒乓球的那一种，那都已经被我们把它框列起来，在外面有吃过大概2次饭。那我们再确认那个时间点。指挥中心表示，889例出院病人加890例陪病家属，这两位确诊者的卡条也来了解，两个人进前拢无接受过采检，因住院期间活动范围是伫风险较低的疫区12A病房，也毋过因为即马新增病例，所以爱将疫区改列风险相关的安区，相关接触者拢爱伫厝隔离，也已经调回所有医护再出采检。889甲890例的感染源也来调查，病院内的血清检查会启动来厘清相关疑虑。等于是10A、12A、12B， 这样会有1301人列在我们居家隔离里面。现在就开始要对相关这些做一些血清的检查，也是为了要厘清这相关的情况。另外，顶日新增个案882例，也就是881例老大人的大查某囝，指挥中心也更新伊的卡照。1月19到23日下昼拢去过桃园中平鸿运市场，这个市场早起也再次全面大消毒。但是中强调，这波疫情目前无放松的本钱。第二位测试进程绝对是平安状态，波头来感染状况无继续，也毋过社区疫情发展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保利桃园病院小危范围要在扩大，指挥中心已经规定出院甲转院的病人嘛要隔离，今仔日搁扩大范围，只要民众捌伫保利桃园病院看医生，即马有医疗的需求，就会当先伫网络顶咨询安排后续行程。另外，因为保利桃园病院的急诊动起来，和附近的病院负担是计30%以上。挂嘴暗，人甲人之间保持一点仔距离。保利桃园病院的户外采检区，二时早起继续有人来排队采检，现场非常安静。新冠肺炎疫情，波涛医护群组感染事件个新增两例确诊，指挥中心继续定期启动波涛专案了后，二时下昼个宣布扩大执行。医师在线上呢，先经过评估之后，如果是这个需要到医院就医的，就会转介由卫生局安排到指定的医院来接受后续的就医跟必要时候的采检。赵宗良指出，根据医疗咨询平台，会由4间医学中心的急诊医师提供24点钟咨询，有需求民众经过初步体检，佮由卫生局安排病院协助后续处理。适用的麦伫波涛就医的病患家属佮大社会家人，因为波涛医不发院来感染病患降载，也予桃园其他的急救急诊病院的医疗负担增加30%以上。那个影像先做扫描，然后再配合人工智慧，去判断鼻腔的位置还有它的深度，然后就可以用机器手背呢搭配它的那个采检棒去做一个自动化的采检。这个好处就是我们人员不用跟它接触。银行除了分层分流设立户外采检，也引进平安自动采检机器人系统，协助自动化采检，降低医护人员无必要的暴露。医疗院所那卫生局会要求礼拜天
这个病人比较少的时候要进行全院的消毒。那公共区域的部分不管有无足迹，那我们已经把全市360个点都列为消毒重点。洪耀就像昨天汤指导的文灿在慰问医护人员同时，也强调会针对集群相关车站等公共区域加强消毒。消防局也决定各社区的关怀据点为2月开始停止服务，避免群聚和传染传染，保护抵抗力相对较弱的时段。记者综合报道。病院的感染传不散，就有人自己讲指挥中心太过看轻病院内底社会风险。有医师就指出，即马有一挂确诊的个案，一开始是拢无算伫咧亲密的接触者内底，拢无采检。即马确诊啊，才去用，可能已经上过头班啊。有医生就认为讲，只要有验出抗体，四周边的人都应该自主隔离，才有法度阻挡疫情。布料特方病院群组感染事件已经有13人确诊，隔离14天人数有967人，有外界都质疑指挥中心结果原来感染风险。当新冠病毒已经扩到3间病房时阵，都应该扩大采检。这次的案例里面，好像有些病人他并没有被宽列在亲密接触的病例之内，所以一开始是没有采检的。那这个就是表示说，我们对亲密接触的定义可能要注意，因为在院内感染发生的时候，它不只是面对面的可能发生的飞沫传染，还有说如果是病毒污染的医院的环境，那经过间接接触传染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医生表示，原来感染是无法度完全避免，尤其新冠病毒的感染在初期有超过10万人是无发烧的。所以，刚才是为是不是发烧来判断家己是不是得到比较较严重的新冠病毒感染，这是错误的。只要有接触到，就算是简单的咳嗽、流鼻水，都要做采检。在症状真轻的时阵，假使无马上采检隔离，就可能有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的风险。尤其病毒透过变种继续演化，有可能更快感染人类细胞。快筛加上一个 PCR 的一个检验，才能够应付在未来春节期间可能大量的一些咳嗽、肺浸润以及发烧的病人，必须要快速在流感跟新冠肺炎之间做取舍的话，最好现在赶快把快筛的能量建立起来，我们才能够减少对于实际需要确认诊断 PCR 检验的一个需求量。医师表示，扩大采检病毒，不是规个病院或者是规个社区拢爱做采检，只要咱还无大规模扩大进行，也是爱针对可能有接触到病毒风险人，直接去做精准性的检测，佮强调，若是验出抗体，周围的人拢应该列为居家隔离，才能全面围堵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湾、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昨一睏头就派13架军机来扰乱咱的空域。今日早起，中共的军机嘛在咱的防空识别区内底出出入入。但美国拜登的政府拄就任，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今仔日就发新闻稿，叫中国停止对台湾军事、外交和经济压迫。美国政府进入拜登时代，各界关注美中台局势之际，美国国务院新任发言人普莱斯第一摆对台海情势发声，爱北京停止对台在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施压，美国对台安全承诺不变，致力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转发这声明。台湾外交部也表示感谢，佮指出会跟拜登政府密切合作。外交部诚挚欢迎与感谢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初就展现对我国的支持。外交部也将与拜登政府密切合作。民进党立委认为，这显示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延续性。军事学者分析，拜登国防外交等内阁首长进前拢对中国表达强烈立场。中国解放军派军机连续2天密切交谈，都是强硬向美方示警，传达政治信号。内容来看，一般都是正面对台湾友好的。那一方面可能是再度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有它的延续性。北京它真的是应该要重新思考，对于区域安全要有建设性的做法。它的思维是比较接近是冷战前苏联的这种硬碰硬的思维，那只会招致更大的反弹。中机自3派出13架次战机扰台，创今年单日扰台架次上侪纪录。而是战机军事部也记录到，中机7摆进入台湾西南角 ADIZ。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94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
立即回转脱离。学者指出，强基组合是水面打击群的编队，无排除是针对美军最近在南海训练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下礼拜强基如何行动，值得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先来看高雄。高雄高山一栋大楼今仔日传出工案意外，四个工人伫咧穿下水道污水槽时阵，怀疑是因为有毒的气体漏泄，致使四个人烧连续昏迷无爽快，送医急救拢已经清醒啊。详细事故原因要咧调查。警消将伤者送去救护车，因为高雄高山龙德路一栋大楼二十下晡传出工案意外，警消到现场先做排气疏散，陆续将三男一女，总共四个工人送医急救。这个室外都呈现一个昏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到现场就是在差不多在20到30分钟之内就把人立即来做把它做。救上来的一个情形哦，现场有送来两位病患，一位病患是呈现一个昏迷的状态，另外一个是还清醒。好，我们来到医院以后，我们就是经过除污跟一些抢救。警消初步调查，事故地点在大楼地下一楼，工人要做下水道污水槽的除污作业，拍开人孔挂了后，四个工人落去，一人在顶管准备，所幸雄感觉身体无舒适，好像就是早期挂烧发生意外。他们可能是不是有做这方面的排烟？因为我看他的那个污水的深度还蛮深的哦，里面蛮宽的。那可能下去的话，因为可能是空气的流通上应该是有问题。警消表示，四人分别送去三间病院急救，经过抢救了后，意识陆续恢复清醒。另外，详细原因还要等警消进一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苗栗的公馆发生一宗死亡车祸，一个食酒醉的查某人赛车冲进前，弄到一辆青红灯的奥拓牌，造成骑机车身躯的查某人，被车撞入去车底，拖十外公尺。虽然赶紧送急诊，但是也是救不回来。而且这个把人弄的轿车驾驶，酒测达竟然有1.25毫克遐尼高。消防队赶到车祸现场，66岁姓柯的查甫人被卡在车底，袂停袂动。消防队员将轿车推悬，最后总算将人为车底救出来，送医急救。虽然第一时间伤者还有意识，不过送医急救了后，又原救袂回来。我们拐车到场之后，那个人员被受困在车底下，然后就机车骑士被轿车给压在车底下，然后我们拐腰车利用油压破坏器材将车体给拖高之后，将受困人员拉到长背板上后送医院。我是亲眼看到人被他撞到底下的。有人专程看到车祸，警方调查，姓柯的查甫人就是透早3点外骑机车经过古澳本公路甲五股二路口，拄到红灯。伊伫等红灯，暗过一台白色轿车，好像就是因为酒后开车，拢无打档啊，直接为后边高速冲浪。幸亏查甫人规个人被夹入车底，最后死亡。大家知影了后是真伤心。他今天那么早是要去市场啊？是去市场了。对对，南苗市场。南苗市场。家属表示，幸亏查甫人特工透早拢会去南苗市场的鸡肉摊送货，却拄着死劫。肇事女驾驶酒测达1.25毫克，警方讯后依照过失致死、公共危险罪，将伊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反对派头人纳瓦尼去年奉献神经毒险险的无名，在德国疗养了后，17回去俄罗斯，不过入境无多久，就去被警方抓去。伊是呼吁伊的支持者就街抗议，总有9-6万人伫全国示威，但是超过3000人被警方抓走。宁波警察提棍啊，强势冲入人群，赶走并且逮捕抗议民众，让众人大声喊口号，甚至有妇人只是询问为安怎而逮捕民众，都被警察用力斩。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去年被放神经毒剂诺维乔克，他是点么无名。在德国疗养几个月了后，17回去罗西亚，入境无多久就被警方逮捕，理由是伊违反原刑规定。伊翕影片，呼吁支持者上街为伊发声。23万人伫全国各地超过100座的城市示威抗议，范围之大是以前毋捌看过。
警方是以非法集会为由抓人。美联社报道，全国拢总有超过3000人被抓，其中也包括纳瓦尼的家后尤利亚。И его незаконно задержали после отравления, на него завели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бъявили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розыск. 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человек, с которым нам надо всем держаться. И нужно забыть про какие-то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во взглядах. У нас есть, стоит признать, очень сильный общий враг.Я так чувствую, что если сегодня не придем, то уже долго не придем. Что закроют нам вс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ыходить, протестовать и выражать свое мнение. Вот у меня такое ощущение.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有报告指出，23日，我国的手机通信和网络防干扰中断，也不确定和抗议行动有关系。社群平台 TikTok 是真多呼吁就家声援。那瓦尼的影片，和我国当局下令剔除任何鼓励未成年犯法的内容。那瓦尼疯掉的代志也引起欧盟、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谴责，呼吁我国当局将伊释放。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当来关心国内消息，自从康苏尼启用的嘉义市立博物馆是一座多功能的综合博物馆。自从2018年获馆征收，经过两年外才重新开馆，而且佫加设互动科技，好民众会当拿省拿学。嘉义的旧名叫做桃子城，所以里面有很多好吃的桃子啊。国小囡仔做导览员，了解博物馆的展览。家己市立博物馆伫经过两冬的整修，增加会当予囡仔哪耍哪学习的儿童厅，嘛展示家己市的文化特色、市民历史甲生活基地。这个博物馆它有结合在地的特色，然后还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游戏的元素，就是蛮平易近人的，蛮好玩的。多了一些亲子的设施，我觉得还不错啊。之前都只有看到雕像，还有一些画画而已，现在还多了一些设施。会当代表着咱嘉义市的发展，甲嘉义市的精神，甲看到咱嘉义的文化、甲艺术啊，吼，所以这是做一个文化深度的。官方强调，即届重新开放，希望会当改变旧形态，展览改用互动体验的内容，互民众感受博物馆的活泼。也毋过，嘛有在地艺术家指出，除了请人来打卡。展览嘛，爱思考怎样把家己的艺术文化定根。周根化就是说，你的艺术种子真正要是从土地里面用进去，而不是只有影像的那个简单的那种接轨而已啊。嘉义博物馆其实以往的典藏品其实并没有很多，那我们其实就是用有限的展品，那我们是透过更多元的展示方式去呈现我们想要讲的这个嘉义的这个城市的文化主题这样。官方表示，配合10月2021台湾设计展。市立博物馆也会加入卫星展馆，希望到时阵会当予参观的民众感受到家己的美感甲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家己看煞来看台东，台东太麻里真出名的景点多龙车头，一冬有20多万人来遮游览，有台湾上水的车头的名号。但是其实这个车头火车已经无咧停啊，是乡公所咧管理。不过，因为公所的经费有限，乡代会通过自治条例，自2月7日开始要收门票，一个人是收10元。休馆旅游大会开始提醒到东部旅游的游客，2月7日起，太麻里乡多龙车站要开始收入门费，每一个人10元。我觉得很合理啊，因为环境是需要清洁的，要有好的品质，就是需要有人维护，对使用者付费的观念。这项新的措施是太麻里乡公所多年来管理多龙车站，当年拢有20多万人次来旅游。当地环境清洁甲设施维护，拢是乡公所家己总经费营运。也毋过乡公所的财力有限，今年决定以乡代会通过的征收规费自治条例，要收多龙车站营运费，提升观光景点的服务品质。费用我们就是在维持那个清洁、故宫，还有场地的维修管理。太麻里乡公所表示，自2月7日起，多龙车站营运收费的时间是逐天早起7点到下昼6点。也毋过，身心障碍者、无满6岁囡仔甲太麻里乡乡民会当免费入园。记者综合报道。明仔日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2度到23度。中部地区是13度到25度，南部地区是15度到27度，
东部地区14度到22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0度到18度。关心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